13号台北盛大举行时尚活动，超多大咖明星共襄盛举，像是炎亚纶、李玉芬、刘以豪等人都盛装出席。哎，不过当中最抢镜的是他，鬼鬼吴映洁。除了精心打扮，走出以往风格，但这肉肉是不是也长出来啦？有，我承认，但是因为就是心宽体胖，说错了，不是心宽，心宽体胖，你们说错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旅行虽然有点变肉肉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自己。心宽，真的傻傻分不清楚。说到心宽呐，担任大使的90蔡依林可是有谱啦，她也预告即将公开亮相新专辑，很正式的要跟大家说，12月一定会出。然后我十一月会非常非常密集的在准备，所以我也很期待。姐的新欢专辑，大家绝对要去支持啦！